停办两年的医管局研讨大会一连两日在会展举行。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致辞的时候说，有信心未来会继续扩大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。今年的研讨大会有大约120个海外、内地和本地专家担任讲者，分享医疗保健、医疗培训、药物安全和肠胃疾病管理等多个专题，大约6700个医护人员参加。